林兆熙，咱俩去做亲子鉴定吧。虽然你没我聪明，但倒霉这事儿还挺像我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林兆熙是你女儿了？那我不知道，要不怎么做亲子鉴定？哎，那你之前为什么跑到我们福利院来查林兆熙的资料啊？不是我，你就我打一电话，问你一下，有个小女孩叫林兆熙，说是我女儿，想问问你，血缘关系概率多大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兆生，是你爸。DNA 鉴定没那么快吧？有的时候感情比科学更准确呀。